管遇到什么样不开心的事情，笑一笑就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天宇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天宇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天宇。拍一张照吧。每当气馁的时候，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，我就会给我自己很大的鼓励。我真的很高兴。十年后，我还是希望我自己能保持现在的这种心态或者这种状态。我们留恋身边的灯火，却渴望触及遥远的星空。如果独立是生活的指路牌，那我宁愿做一个孤单的人。其实自由的意义很宽泛，它不是无拘无束，也不是全能，它可能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旅行，也有可能会是一种舒服的姿态，或是平静的心情。这种平静可以恢复到人生，去感受平凡生活带来的美好。所以不要惧怕生活的磨难，凭借它的方式去跨越。最真正的童心、自信、随缘。